嗨，我是李彦俊。You 的第一次正式舞台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，这本来是我送给你们的第一份礼物，所以我做了很多的设想和设计。但是在昨晚的某个瞬间，我觉得最简单最纯粹的方式或许才是最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只看着我就好。You must be kidding, cause you're my girl.